走越宽，越走越光明，越走越有希望。我们的明天一定会比今天好。德国有一家电视台征集十秒钟惊险镜头的活动，奖金非常的优厚，十秒钟有很多的惊险，我们能做什么？而一个德国父亲的举动，用十秒钟，他居然震惊了全世界。他是一位德国的铁路搬道工，在火车站工作，正为迎面而来的一辆火车，他准备搬动道岔。此时铁轨的另一头，一列火车从相反的方向驶进车站。这本来是一个很正常的工作，他只需及时搬动道岔就好，然而他回头一看，惊出了一身冷汗，因为自己的儿子正在驶向火车站的火车行的铁轨上在玩耍。如果冲过去抱住他的儿子，这耽误的时间几秒钟必定会让两辆火车相撞，但是他不救儿子，儿子必定会粉身碎骨。生死时速的十秒钟，他冲着孩子大喊卧倒，同时搬动了火车的道岔。尽管他没有冲上去抱走自己的孩子，但是孩子居然遵从父亲的指令，在一瞬间就卧倒了。相应的，两辆火车呼啸而过，驶入既定的轨道。这一幕惊险的镜头被一个路过的记者摄入了镜头，卧倒的镜头一举夺得桂冠。当电视台在播出的时候，居然每一个看的观众眼睛里都饱含着泪水，因为搬道工的儿子他是一个智障儿童。父亲曾一次次地告诫孩子，你以后能干的工作很少，孩子，你必须有一样是出色的。尽管孩子依然没有太大的起色，但是和父亲玩打仗游戏的时候，每次父亲只要一喊卧倒，孩子马上就趴下，这是他最出色的动作。大家也许会陷入沉思，一个大脑发育并不健全的孩子，常能在危急关头严格地遵从父亲的指令，那么任何正常的孩子是否也应该遵守纪律？我们学佛人是否也应该听从佛菩萨的教诲，更加严守自己的戒律，精进修行？
只管耕耘，不问收获的去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，遵纪守法，才能维护家庭和社会的安定，爱国爱民，才能使佛法融入到家庭和社会，才能为民族和谐、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呐。感恩师父，我问我的儿子，他是属鸡的，1981年，问他的那个婚姻、事业、身体。几几年的？1981年，属鸡的男孩子。你儿子气量太小。对。你儿子跟你在一起。对。爱你爱得很深。对。胜过爱他女朋友。他已经分居3年了，要准备离婚。有你在吗？肯定离婚了。你跟他上辈子是夫妻啊。感恩师父。还感恩师父啊。感恩师父把这些告诉我。你要记住了，你要放手啊。有，好。你不放手的话，你儿子永远婚姻不会好的。好。你现在放手啊，你有佛法了，有这么多的佛友了，你可以到观音堂去啊，别老缠着你儿子啊。好。听得懂不啦？懂。你儿子完全听你的，媳妇嘛虽然有一点麻烦，小气不是太好，但也不会像你想象的这么坏，听得懂吗？对。你硬弄他，他就反抗，他就对你越来越不好。好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你小气，他比你还要小气，听不懂啊？听懂。我告诉你了，你当心点了，你这个儿子嘛真的，哎呀。他一个月比如说赚70几万，他70几万一个夏天就一个月就花光。花光。是不是他身上有灵性？有灵性。你说你儿子还是说那个媳妇啊？我儿子。你儿子身上没灵性，你儿子身上的灵性就是你。你以后开始，从此以后少管你儿子的婚姻。好。我可以让他在4个月当中把这个事情处理掉，不管是善处理恶处理，你都少管。好。他如果两个人突然之间好起来了，你也不要管。两个人离掉了，你也不要管。好。否则你会为他背业的。好。听话倒蛮听话的。听得懂了吗？好。我很紧张，师父台长，我很紧张。我告诉你，你儿子不是没有主张的，因为你压住他了，你的命很硬，听得懂吗？懂。其他没什么的，你这个媳妇呢，我告诉你，多念念姐姐咒吧，不管是怎么样分手也好，合在一起也好，都要善待，听得懂吗？懂。我们学过人三49遍姐姐咒，你就帮他念，帮你儿子跟媳妇念姐姐咒嘛，好了。有。每天念。有。好吧。好。要给我儿子。你媳妇还有一个毛病，也是你意见特别大的。对。一个是气量小。对。还有一个呢，她妇科非常不好。对。生孩子都很难。感恩师父。感恩师父把这些告诉我。早知道我就不讲了，那麻烦了。哎，好好修心了啊。好，会的。好吗？会的。我要给我儿子念多少小房子，要给他放生放多少？放生嘛，是放2000条鱼，小房子给他念49章，好吧？好。你儿子全部听你的，你以后叫你儿子其他不要管，就好好的孝顺妈妈，多给妈妈念点小房子就可以了。我给他念。他给你念。他不会念的。你要教他呀。他婚姻不好是他婚姻不好，你要教他念小房子，而不是他来教你呀。没有，都我在帮他念。听得懂吗？懂。好了。师父帮我看看家里面的佛台。我有红木的佛台。
刚刚去新加坡，很漂亮。去新加坡开法会回来，请人做的。看见了吗？感恩师父。而且他家里很大，有点钱呢、啊。没有，刚刚够用。我又不问你借，这种人也有的。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。我告诉你，家里没钱，怎么灯是吊灯啊？感恩师父。够用，为什么用吊灯啊？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。你要我讲出来，你有多少钱吗？藏起来了，家里藏点，银行里藏一点。啊，台长，还有个阁楼。台长，对，我家有做一个小阁楼，对，没错。看见吗？台长厉害吧？所以台长跟你们说，你们好好修心，等到医生跟你们说你们病没有办法治的时候，你们要记住还有一个台长还能帮你们治。对、台长，我相信心灵法门，我有许愿要度更多的人，然后我到我走的那天我都一直念经，保持念经，念经才会救我自己。好好的努力，好吧？会的，会的。不要太小气。好的，会。还有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不要管得太多。对。你死的时候能把儿子带走不啦？带走呀。不能。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赶快放了，这儿子已经不是你的了。好，感恩台长，感恩台长。要教育的，不教育能成才的。感恩台长。好了。感恩，哎，没有问多少，念多少这个小房子。每天念49遍心经，21遍大悲咒，21遍礼佛念3遍，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，感恩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嘴巴张了这么大，出来的声音怎么这么小啊？感恩师父，我想请问，我是1982年属狗的。82年属狗的，想看什么？想看呢，身体跟事业。看看啊，82年属狗的。哎呦，你这孩子哦，你这孩子天生出来啊，稍微智商有一点点小问题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呢，完全可以补掉的。不是说你大脑里缺什么，是你缺少智慧，傻傻的，很容易上当受骗。这跟你上辈子骗人有关系。好。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我现在看你，你一定要念，每天念49遍心经。好吧，好，礼佛最好能念到5遍，好，大悲咒念21遍，好，好吧，好。你的事业基本上是靠跟着别人的，你自己现在不能做，做了你会亏本，好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就只能跟着别人，好，啊，找一个好点的老板，跟着他，好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你呢，能帮人家老板赚钱的，你很诚实，而且你有财运，你会帮别人的，你帮了别人，人家有钱了，你还是没钱。你说我说对不对？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所以啊，上辈子嘛骗人，这辈子就被人家骗。所以最好这辈子不要骗人，下辈子也不会被人家骗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那身体呢，师父？身体，哦，妇科不好哎，哎呀，你的生理期不正常。对，非常对。还有，骨头也不好，缺钙，关节酸痛，躺在床上浑身酸痛。对，掉头发。对，
鼻子经常不通，有鼻炎一样的，在这里地方有点堵塞。非常对，经常打喷嚏，厉害吧？厉害。所以你要听台长话啦。你现在吃全素了没有啊？已经吃素，可是有时候会出去应酬的时候会吃荤的，不过、一般都吃素的。最好吃素吧。好。现在我告诉你，外国人都吃素，比我们吃的还干净。他们叫 vegan， 对，他们连皮的东西都不能用的，对不对啊？对对。我们吃素，我告诉你，吃素潮流，好莱坞多少明星啊，多少政要啊，全部都吃素的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记住了，吃素以后一定是时尚。问题不是荤的东西都不保险呐、脏的嘞。你看我今天讲的，新西兰一个人，一家三口吃野猪，全部植物人。因为动物它吃的东西也有毒了，你人吃它的肉怎么会没毒啊？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明白。还有，请问师父，我的业障比例是多少？几几年属什么？1982年属狗的。哦，业障倒蛮少的，24。感恩师父。好啦。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是，我帮同修问一个亡人。叫江有强，美女江，友情的友，萧强的萧。什么叫交强的交啊？交枪不杀的交啊？对不起，是蔷薇的蔷。江有强盗的强啊？不是，蔷薇的蔷。蔷薇花下的蔷。对，江有强。男的女的啊？女的，2015年走的。啊，有人给他念很多小房子超度了，对，已经在天上了。啊，感恩师父。他生前啊，还戴过眼镜。我不知道是我同修的。好啦，好啦，我看到他还戴眼镜了。感恩师父。好啦。所以当你在人间占有的东西越多啊，你慢慢的就会被这些所拥有的财啊、物啊、名啊、利啊所束缚，因为你再多它也会离你而去，名守不住，财物守不住，一切都会离去。你把这些名利攥得再紧，到最后还是两手空空啊，都是两手空空。所以我们要学会选择啊，选择什么呢？填补心灵空虚啊。选择填补心灵空虚的意思就是不要错过任何啊对心灵改变的机会。怎么样来改变你的心灵？把我字变成大家啊，把自己的小我变成一个大我。你比方说，你说我吃亏了，你就说我们大家吃亏了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我赚便宜了，应该说大家赚便宜了。那你就把我相慢慢的消除掉，你心灵就不会空虚。不是为自己活着，因为为自己活着的人啊，就天天斤斤计较。所以我们说莫记人生小账，一个人一生有多少小小的账啊，左一笔右一笔的啊，要学会放弃啊，学会放弃，放弃啊诱惑啊，放弃诱惑的人会拥有新的机遇，抓住诱惑不放，你慢慢的会负重
必至步履艰难。啊，负重就是你不肯放下，背在身上时间长了，你就会走路都会觉得很艰难。啊，所以我们做人无事心不空，有事心不乱，大事心不畏，小事心不慢。跟大家解释一下，啊，没有事情，但是心中要念经，啊，要想着众生，啊，你就不会觉得颓废，不会觉得没劲、没意思。有事心不乱，不管碰到什么事情了，心不要乱，慢慢的一件一件做，一件一件把它做好。大事心不畏，做大的事情的时候心不要畏惧，不要害怕，因为大事也要做，小事也要做，大事也能把它做好，小事心不要轻慢它，也要把它做好，叫小事心不慢。所以想通的人，人生悲欢离合呀，甜酸苦辣，都是在于你心的开始。酸也是你的心酸呐，苦也是心苦啊，甜也是我心甜呐，辣也是我心里觉得辣辣的。甜酸苦辣都是你的心造成的啊，所以心态要好，有什么过不去的大坎，人生走到今天呢，生在这个红尘之中啊，你只要以善为本就可以了嘛，啊，有所为有所不为，我去做了，我好像又没去做过，做了就做了，啊，没做就没做，做了又像没做一样，没做又像做了一样，心无挂碍，啊，你心自然就趋于平和宁静，就如开放的莲花一样，自然从容，它不为谁开，也不为谁落，所以学佛的人，想得开的人，他一切随缘，该我的就是我的，不该我的就不是我的，该拥有的就是你的，不该拥有的会给你带来灾祸。喇嘛德隆大师是十二世纪的泰国的著名高僧，当时呢，有少数年轻人呢，僧人呢不守规矩，偶尔也会跑到乡间呢去偷农民的羊。有一个羊农呢，在一个月内呢就被偷走了三只羊。这位羊农呢知道是僧人偷走的，他不甘心，咽不下这口气，他到处去说僧人的坏话。哎呀，这个和尚啊，怎么不好啊，怎么不好？这个喇嘛德隆大师知道之后呢，就联合了泰国全国的寺庙，展开了针对僧人的戒律大整顿。短短半年时间，僧人们的戒律大有好转，再没有发生过偷东西的事情。但是这个羊农呢，不愿就此罢休，到处去抹黑僧人。喇嘛德隆大师听到之后，就故意来到了那个羊农的羊圈里，声称我要买一只羊。羊农当然不反对了，非常热情的，好好好，请你挑吧。喇嘛德隆大师居然挑了一只非常丑的羊，他的羊角是断的，一只腿是瘸的，尾巴是歪的，全身瘦的几乎都看不见肉。他吃惊地问道，哎呀，法师，你为什么要挑一只这么难看的羊啊？喇嘛德隆说，哦，我想把它拴在我的寺庙门口，
告诉所有的人，这只羊是从你这里买来的。这个羊农一听就着急了，不行不行，我羊圈里的羊啊，哪一只不是肥肥壮壮的？这是个病羊啊，你却把它当代表，让人们以为我这里的羊全是这样的，你这个很不公平啊。拉玛德隆大师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你说的太对了，僧人们的戒律已经大有好转，你却还在抹黑僧人，这也同样太不公平了吧。那羊农一听啊，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当即认了错，拉玛达隆大师把羊就还给了他。记住了，百货公司的香水90%都是水，只有10%不同，那是各家的秘方。人也是这样，90%的性格基本相似，差别就是在其中很关键的10%，包括人的修养和人的特色，人的快乐、痛苦和你的欲望和根基。一个香精要熬5年、10年才能加到香水里去，人也是一样，要经过长期的锻炼，才能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品德呀。